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近况三连败的雷霆，不仅近五场比赛中输掉四场，胜率更降至四成。对于如此低迷的状况，天瓜安东尼 Carmelo Anthony 受访时回应：“没有人感到沮丧，大家都不爽哦。”我们拥有竞争力，我们想要赢球，我们也了解球队的能力，但却没办法融会贯通。安东尼认为这是令人愤怒的原因，每当输球时自己总忍不住怒火，因为雷霆输球的方式比任何球队还多，沮丧和生气是两回事。安东尼说，雷霆常被外界认为是令人窒息的防守型球队，虽然具有攻击性的爆发力，在场上却停滞不前且进攻混乱。不过安东尼不认同这个说法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团结一致。安东尼表示，一旦球队获得一致性及磨合后的打球方式，大家一定会看见转机。安东尼新球季于雷霆出赛19场，平均上场 32.5 分钟，攻下 19.7分6.2篮板1.6助攻的成绩。安东尼资料照美联社。